口一片，很好吃。换到我的 plan 了，凤甲普的。成长啊，还是经历了蛮多不错的东西的。想买滑板。New Year 礼物了。我买不去了。看 Avatar。Hello everybody。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今天打算让自己就是舒舒服服的过完，然后就是去做一些今年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就是没有时间去做的。 Today 会是一个轻松的一天，现在在卷一卷我的头发，我真的很爱我的新发色，你可以看到吗？我挑染了非常好看的发色。就这样，这个是我今天的 outfit， 今天就穿到很 comfy 那种感觉，因为想要舒舒服服的过完一天，所以 let's go 出门去。这个是我最近喜欢来的一个咖啡，然后它叫 Pika Coffee。今天的 coffee 喝起来跟平时有点不一样。今天的豆奶比较合我胃口。乱动啊，看起来很简单。它这边的 fish and chip 真的不一样，因为我是很少点 fish and chip 的，然后它的 fish and chip 真的很好吃，它是打了边，然后它外面的皮是很薄很脆耶。我要换那个 Starbucks 的 planner， 然后我太迟换了，就弄到现在可能找不到这样，因为我的那个 app 用了蛮久才到那个数字，不换有点可惜啊。因为其实我是很喜欢手机，就是数啊、notebook 那些东西，所以今天的 plan 其中一个咧，就是我要换到我的 planner。可是其实好像大部分都被换掉了，有点后悔啊，因为一开始哦没有我要的粉红色，然后我就没有换，然后现在不要讲粉红色啦，连那个黑色的都没有， brown 还是什么。唉，这个 sticker 我粘在笔了哈，可以，谢谢。他是怕高是吗？他怕高。他是比嘎。新的地方。我可以抱他吗？可以啊。他会长大吗？不会啊，他九个月了，所以都是这样的 size。啊，很可爱。Pom 加普的。对。耶、yeah, ，准备了红酒，然后这个人带了 Chuggy 来 ，Thank you， 皮卡，皮卡很可爱，他在看这个宝宝。我还是完成了今年的一个小愿望，我煮了饭了，还有一个不是很美观的蛋糕。哒哒哒，这个是我们的和羊。为了我们 不能吃牛肉的朋友准备的和羊，快吃！你要搞吃饭哦，他不能吃牛肉，我就忘记了。
大声。2023的第一天 ，before 我出门，我就来吃一点点心。嗯，不懂是不是他们所谓的人到了25岁，那个时间会过得特别快？我真有听说过这个东西。2022年我就是25岁，我真的是觉得那一年好像真的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其实，在那之前我都有点焦虑，我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好像没有完成到什么东西这样，因为可能我会在我人生里面自己设一点所谓的 KPI 这样子的东西，就有一点点的小焦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哦，昨天晚上呢就总结了一下，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糟糕，成长啊还是经历了蛮多不错的东西的。我昨天就写下来了，我2022年到底做了什么东西，我是觉得还不错的。 First 就是我正式在一个学咖啡的 short course 里面毕业，学会了泡咖啡然后拉花这样子。第二就是去年我有在网上学一点理财的课程，就是上了一些课程啊，online 的也有，然后实体的也有。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认识了 Jam， yes， 我们的 YouTube 开始慢慢的做到比较有 systematic 这样子啦，然后我们有了我们的 series， 然后在 Instagram 也是比较 active， 让我感觉我在这一方面不是一个人，因为之前会一直觉得没有同事那种，现在会觉得哎有一个伴一起努力。第四就是今年也去了沙巴，应该是会做成IG 的 Reels or something 跟大家分享，有去体验了滑翔，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突破自己去滑翔。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在那边看到我们 Malaysia 的莱佛士花很稀有很 rare 的那个 Rafflesia， 在2022年最后一天去体验了我人生第一次近距离的放眼花。可能你们觉得很 normal， 可是我是真的是第一次，因为我其实会比较怕这种东西，但我还是勇敢的突破自己去做这个事情。还有，正式去准备 launch 这一个 energy 一个水晶 brand 来的，然后我们也是在那个 HoHoLand 那边有摆了一个 bazaar， 之前也是我第一次摆 bazaar， 我觉得还是一个蛮特别的成长，因为我是有一点点小社恐了，然后居然去摆 bazaar， 哇哦！然后这个水晶 brand 其实是我想要做很久了，因为我家族是卖水晶，就是20多年，从我出生到现在算是蛮长久了的生意啦。然后这个 brand 呢，我们就想要做成比较 fashionable， 比较年轻化，然后又是authentic crystal， 有这个 energy 在里面这样子的概念啦。Basically 这样想回去，哎，我的2022年也不是讲随便就什么都没有发生就过了。So this is my 2022年。然后我对2023年的期望呢，就是继续成长，继续好好的体验我们这一个人生。希望我的这个 Crystal Brand 也可以快点做起来，然后希望看我的每一个人都顺顺利利。So today 我的 plan 就是吃完了东西去走走，然后吃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我人 matcha with oat milk with sugar. With sugar, ice. Ice.耶嘿！终于喝到了我心心念念的尼古尼古。我 try 了很多 matcha， 最后还是觉得尼古尼古的是最好喝的。他们的 matcha is like YYDS。Even 我自己买了一些日本蛮贵的抹茶粉，我还是觉得尼古尼古最好喝。但是尼古尼古的粉好像更贵啊。Oh my
god， 我怀念这个味道很久了。This is so good 。那个身体。Yo， 我们来到了 Pavilion， 我换了一个外套，好像挺帅的，开心。来改改啊，来改改啊。猜我今天第一站要去哪里？要去买一个我想要买很久，但是一直还没有买的东西。我想买滑板很久了，我不会玩啊，我想要学。这是我 New Year gift 了 ，Yes。给你们看为什么我没有戴帽子的习惯。我 forever 是买不到帽子的，每个帽子都很大。有人教我玩滑板吗？但是肯定是小小的。多一点西瓜，帮助消化。想找比较那种美色，就是 like cherry 或酒红色那种。粉色的。Thank you。那天来的时候，我买别的东西的时候 ，JM 就有讲。他觉得这个 bag 蛮好看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 New Year 礼物了。啊，下去了。噔噔，这是我的 favorite 海带苗。我们已经吃海底捞吃到不满不去了。他给我们一杯特调 lemonade， 因为我们每次吃不完他们给的果盘。好酸。这是我 order 的 coconut， 不看到了。应该是一点了，各位看到阿瓦达吗？还没有看阿瓦达的话，快去